那便是传闻中的程四娘子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还真是傲慢嚣张的很。可不是嘛。听说啊，就是因为她平日太过粗鄙无礼，她二叔母啊才一直把她关在房里不让出门，更别说去各家走动了。哎呀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人家现在有父母撑腰，以后少不了要和我们多见面。今日堂子可为我作证，我毫无一点无理之处。 倒是有的人句句羞辱，也不知谁更无理。我家妹妹从前养在我阿母面前，是我阿母未能好好教导，怪不到娘娘。 恭喜程将军喜迁新居，多谢多谢，里边请。 哈哈哈！恭贺贤弟乔迁之喜啊！万兄，恭喜恭喜！今日真是高朋满座呀！哎，对了，过几日家母大寿设宴，你们全家可都得到啊！哦，老夫人过寿，吾辈自然是要去的。哎，怎未见你家七七呀？啊，他本来是想来的，哦，被我家母拘在家里了。哎，怪他自己前几日跟人出去跑马。 吹了风，受了寒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天仙女儿呢？快让我瞧瞧。娘娘，快来见过万伯父。来来来。万伯父安康。好，好啊。哎，贤弟啊，还以为你将女儿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是在吹牛，没想到，真是养得好啊。哎。 哦，对了，拿着，娘娘，这是万伯父给你的见面礼，拿着。多谢万伯父。哎，不用。不过是个孩子，万将军的礼物也未免太贵重些。哪里贵重？好物事才配得上咱们袅袅啊！嗯，哎，袅袅啊，你阿父与我是刎颈之交，今后要受到什么委屈就来找我，伯父一定为你做主。 尤其是受了你阿母的委屈，嗯，随时可来。嗯，娘娘，别在前厅杵着了，还不快去大母面前服侍？嗯，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哎，哎呀，弟父啊，就是太死板，对兄弟你讲规矩，对袅袅还讲规矩，这。 人要是做什么事儿都讲规矩，那日子得多无趣呀！谁说无趣了？我如今出去，人家都不笑我是大老粗了。哦，多亏我家严医教得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交通员是袁州穆家袁公子贺万钱。交通员是与我家素无往来，夫人何时下的请柬啊？将军，我并未请袁家。将军晋升不久。 我还未来得及结识这些亲贵世家呢。哎，不过听说这袁慎平日里精得跟狐狸一样，这不请自来，打的什么坏主意啊？晚辈哪敢在两位将军面前打坏主意啊？袁公子，家父与曲灵侯府上大公子乃是师出同门，家父说他恩师常夸赞这位小师弟聪慧，晚辈对大公子仰慕已久。 今日听闻府上乔迁之喜，便不请自来了。可我家大公子不在家呀。子孝其父，晚辈想着，若能亲眼目睹侯爷风采，便等于是见识了令公子的风姿啊。山间公子，里边请。想不到我家大郎还有这般的威望啊！哼，哎，万兄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嗯。 大人，哎，感谢大人，感谢大人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都容光焕发、返老还春起来了。你是未曾见过我的年少时啊！哇，那叫一个嫩呐！虽然说现在容貌没有怎么改变吧，但是也不是18岁了，是吗？但我头上那根金鸡何时打的？真不错。但我足足加了2两的翅膀。嗯，你怎么也不劝劝他？多丢人呐！我哪知道？ 修君乃皇后外妹，今日也跟随我们一起来给陈氏道贺了。我本不想来，奈何家父与程将军有些渊源，非命我前来贺喜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莫要在我们这些老妇人中间拘束了。洋洋啊，快快快，请贵客们落座款待。是。 请。那便是传闻中的程四娘子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还真是傲慢嚣张的很。可不是嘛！听说啊，就是因为她平日太过粗鄙无礼，她二叔母啊才一直把她关在房里不让出门，更别说去各家走动了。 哎呀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人家现在有父母撑腰，以后少不了要和我们多见面。今日堂子可要为我作证，我毫无一点无理之处。倒是有的人句句羞辱，也不知谁更无理。我家妹妹从前养在我阿母跟前，是我阿母未能好好教导，怪不到娘娘。 哎，不是说今日单建公子也来吗？怎么未曾瞧见人啊？王家阿紫也是来见单建公子的。那不然呢？我只不过是家中闲来无聊，听闻程家热闹，才过府一瞧罢了。单建公子来了，快看，是单建公子来了。在下。 胶东元慎，问老夫人安。哦哦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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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女公子，在下失礼了。还给您。女公子，花园寒气重，何必出来呢？来，披上件袄子，别冻着了。我宁愿是冻死，也不要跟他们坐在一处。这些人张口闭口嘲讽于我，我不耐烦与他们斗嘴皮子，出来顺顺气。女公子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？女公子出来时可曾见，方才来了个好看的公子呢？管他公子母子，我且去透透气。 对方不必再跟了。女公子，别来无恙否？你呀？怎么，女公子是不欢迎袁某？ 袁公子大驾光临，小女怎敢不欢迎？家父阿生全在九锥堂，袁公子大可前去一叙。可我是特意来寻女公子你的。我不过是接了你的绣球，都已还于你了，怎还值得我抚伤？至于吗？哎。 你这般转身就走，便是城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未免有些失礼吧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两家又无旧交，袁公子将我倒在此处，这才是失礼吧？公子不妨有话直说。好，快人快语，善见只想求女公子，给令三叔母、桑夫人带句话。 袁公子要带话登门向三叔母说了便是，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？内里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，是以只能请女公子烦劳了。这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……赶紧说。你这般快就答应了？袁公子要向三叔母带何话，只管说来便是。 女公子只消对桑夫人说：“奉虚言而望城兮，其城南之旅；登兰台而遥望兮，神惶惶而万矣。故人所求，不过风息水声。” 女公子是否有为难之处啊？没听懂，刚才袁公子说的一句也没听懂。你能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给去掉？这不是乱七八糟的，这叫负。那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负给去掉，只说一句，一句我便能记下。成。女公子就传故人牵挂。 但求只言片语。知道。哎，他一定没记住。我走了之后，他们可有编排我？没有。袁公子来了，他们现在无暇顾及我了。你瞧瞧，来，请。这袁善见是谁请来的？咱家和袁家有旧交吗？听袁公子说，大堂兄的夫子和他父亲曾拜在同一个恩师门下。这也是绕得够远。再说，我阿兄又不在家。 这回和我家攀上关系，当真是费尽功夫。嘘，来者是客，不可如此非议人家。莫非堂子觉得他人好？我跟袁公子连话都不曾讲过，怎知好坏？你要与他说上话，你就知道他秉性，不过就是一个唐突的登徒子罢了。 这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……赶紧说。胖子，我向你请教一个学问。你可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“负”？奉虚言而望城兮，其城南之。什么城南的宫殿？登兰台而遥。兰台。神魂。还有什么？什么？所求不过风息水声。 是司马夫子的名妇长门吗？学士，这个傅恒有名吗？倒也不是太有名，只不过世人多爱他辞藻华丽又不涉正事，所以常给闺中女子读着玩。娘娘莫急，待大伯母多教你些时日，你知晓的定不比他人少。不必，我觉得我如今就很好，不用人教。 你是很好，上说的是邀请陈家女公子，可没说是请你还是请我呀？自然是请你，还是托堂子的福。若不是王林邀请堂子去玉昌郡主的生辰宴，阿母才不会让我出门与堂子一起挑选郡主的生辰礼呢。灯笼从何而来？回将军，都是小的从集市上采购的，还有一些客人们放在这里的，等着有缘人来猜灯谜呢。走。属下查过，这些灯笼与萧世子手中的不同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不可能留下一样的灯笼，等咱们查。 下尽血本也要毁尸灭迹，这证明咱们没有查错人。让你们查萧世子这半年来的开销，可有查出线索？不出少主公所料，就在上半年，这个萧世子还抱怨自己手头紧，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。但这半年来，他出手十分阔绰，整日里游山玩水、喝酒嬉闹。他可有任何产业？他在城中倒是有几间铺子，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。 亏了个底朝天。上半年他还托人想把铺子盘出去，但后来非但没把铺子盘出去，反倒有余钱，又多开了几家铺子。董仓馆和许进忠做了半年买卖，这萧世子便阔绰了半年，说他们没干系，都没人信。命人去给萧世子的铺子找尽麻烦，定要断了他们的财路。阔绰惯了的人，是忍不住情苦的。 他定会再铤而走险。一旦他联系夏家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出这背后吞下军械之人。那不是程家的马车吗？少主公，不好了，淳于氏去府上了。回府。女公子，到了。来，您看看。女公子，小的已恭候多时了。 敢问可是许林侯程将军府上所设客栈？是，我家公子因路途遥远，预备不足，想讨要些探心腹之客，请随我来。袁公子，外面凉，不如进屋歇歇。不必了。 袁公子，数日不见，我家阿兄甚是挂念，不知何时才诗歌唱和。女公子怕是弄错了。奉虚言而望城西，其城南之离宫。登兰台而遥望西。那日说要下回再议的，是赋，不是诗。好，赋。赋。今日风景好，我也闲来无事，正想与人聊聊诗词歌赋，也不知程娘子是否有空。 借一步说话。袁公子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在下等女公子几日，都不曾让人回话。 是否忘记要代在下向你三叔母桑夫人传话？我本就不想听你传话，哪有忘与不忘之事？你可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的道理？不知。没错，食言了，又能如何？我既没有马，更没有四匹。这世上之事，无非恳求、威逼、利诱这三样。既然女公子不愿好好说话， 那在下也有别的法子。怕了？你放心，我不能拿你怎样。在下薄有威名，倘若女公子愿意替我传话，将来我愿为你办件事，作为回报。什么事都可以。除去忤逆谋反、背信弃义、不能娶你这三件事外，其余皆可。 我何时何地说要你娶我？我何时何地说我要嫁你？女公子既不曾想嫁我，那可真叫在下吃惊了。你迟迟不传话，不就是想吊着在下，好引来相见吗？倘若你真不想和在下有任何瓜葛，为何不痛痛快快向桑夫人传了话？从此你我二人井水不犯河水呢？ 这些随从侍卫啊，可要悉心照料着。我一路走来看你们将军府，冷冷清清，别说是烟火气了，就连花花草草都没几株。哎，连个使唤婢女也没有。哎，你们少主公呢？我喜欢素净，不爱花草。子胜，也难怪你身边都是这些粗野汉子，他们自然不懂这些。依我看。 你这将军府上万事俱备，就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你继母，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还不能来啊？哼，你我确实是一家人。你与程阳侯是表兄妹，我幼年之时还唤你做表姑母，可没过多久，你趁我母子流落在外，便爬上了程阳侯的床榻，做了他的继室。 这绕来绕去，确实终究是成了一家人。就算你记恨我们做父母的，可也不要委屈了自己。汝阳王府的玉昌郡主对你真是有情有义啊！你千万要珍惜这大好姻缘。你看，过几日就是郡主的生辰，你还是去一下吧。 说完呢。说完了。少主公，这玉昌郡主的生辰宴，咱去不去啊？人家可是专门托人送来请柬。 自己去领十军棍。为什么要领军棍啊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，就管住你的手。拖着一手干嘛呀？杨先生，嗯，哦，袁善见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只需你首肯，我立即帮妹子与你交换庚帖。你放心，我瞧这都城就再没有女娘比我妹子更是嫁你。 这不是我赠予你的书简吗？莫非与我不再往来了？先生赠予我书，我自也要投桃报李呀。特标出几处谬误，以提醒先生：若能多在学问中添点心思，少对别人婚姻之事指指点点，就不会再有这些疏忽。你不识好歹！哼！ 听说这杨司空是都城中有名的大儒士，家中妹子啊容貌清丽，性情啊恬静温顺，可谓是才貌双全。这公子怎么把人给气走了呀？无妨，今日之事，他也没脸跟别人说。公子，夫人都不过问你的婚事，按说我也不该提，可我终究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心中难免有些牵挂。 公子今年也20有1了，究竟准备何时婚配啊？谁说人一定要婚配的？阿父与阿母成亲20多年，可整日也说不上半句话。如果成婚后的日子如此无趣，我宁愿不婚。难道这世上女娘，竟没有一位能让公子觉得有趣，想与之婚配的吗？遇见有趣的女娘，就一定要与之婚配吗？ 婚姻于家族而言是锦上添花，于女子而言是依靠攀附，可于我而言，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凑合罢了，半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，我袁善见从来都不做。夫人的指腹比为夫的脸还嫩。你要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刮破你的脸啊！到时候君姑可是要哭倒撑墙的呢。为夫哪里不是夫人的？莫说是刮脸，就算是在为夫的脸上绣花，小生也悉听尊便。三叔母，三叔母。 三叔母，娘娘有话要与你讲，还请三叔父暂时回避一下。没看到长辈正在忙吗？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晚些说又如何？别理他，过来。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就是。 没事，说吧。我的事，你叔父就没有不知道的。那我可说了。说吧。有一个叫袁山剑的，让我来给三叔母传话，说了好长一段乱七八糟的什么父，反正我也没记住。总的意思就是说，故人牵挂，只求只言片语。 故人，他为何不自己来，要你传话呀？嗯，这个袁善剑，是不是那年他收的小弟子？小弟子，原来是他呀！那他要干什么？ 我怎么知道？ 反正他就说了这些话，除此之外，没说别的了。只言片语？什么只言片语啊？我与那人都10多年未见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定是前些时日我感染了风寒，你四处替我寻医问药，被他知晓了。原来是这事啊！ 可是你咳嗽已经好了很久了，他怎么还惦记着？你等我一下。嗯。哪去？那就麻烦你替我送过去。三叔母只写这些，不留个名号什么的。他识得我的字，不必留了。三叔母就不想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吗？比如说，那个人姓甚名谁，与三叔母的过往有何渊源？ 此事啊，说来话长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说来话长，便可以慢慢的说，我可以慢慢的听。说吧。别人说“说来话长”这4个字的时候，意思就是不想说了。这个意思啊？嗯。你不想说便罢了，但是三叔母可以告诉我，为何那姓袁的？ 不直接上门来找三叔母，非得通过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子。我曾经对一个人说过，你也好，你的亲朋好友、文人弟子也罢，以后都不要来见我，也不要送书信物件于我。那是年少时的负气之言，没想到那个人是个死心眼，居然答应了。嗯，原来如此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与袁善剑是如何认识的？此事啊，说来话长。你呀，命你们打听的事情，可曾打听到了？程家娘子是去自家货站挑选生辰礼。 玉昌郡主给程家亲眷也留了帖子。谁问你程四娘子了？我问的是萧世子。近日，他还要去田家酒楼吗？我们盯了萧世子几天，他一直与何将军家女娘何昭君在一起。董仓管流放，许敬忠自强，这萧世子若还想长久做军械生意，只能从其他处觅得军械。他若成了何将军的女婿，自然就更方便拿到军械了。何将军忠勇，未必会与他同流合污。那雍王就是任人唯亲的性子，难免他儿也喜欢以己推人，揣度何将军。那日，豫昌郡主送来的请帖还在吗？我们也去一趟汝阳王府。啊，我早上了。不是，少主公，你不是说你不去吗？何将军与汝阳王有旧，何昭君一定会去汝阳王府庆贺豫昌郡主的生辰。既然萧世子与他形影不离，自然也会前往。阿飞，伤好些了吗？啊，不就是十军棍吗？上过牙了，不疼。好，那便再去领十军棍。为什么呀？扔掉重要请帖，还不知十军棍吗？啊！找回请帖，此罪可免。走。他们家好大呀！这身衣服选得好，我瞧着娘娘的容色气度，不输那些世家闺女。洋洋也不错，温婉大气。那倒是，要再有人说不公，也怪不到死胡同上了。娘娘，别到处乱跑。哟，那是谁啊？这是把梳妆八宝盒全穿身上了吧？ 万七七，她是万家第十几个女娘来着，四兄十三。这万七七明明是家中老幺，却总以为自己是全都城最大的那个，走哪儿都比别人招摇去。你们又在非议谁呢？乘坐，陈昭公。 两位叔母好，这二位是少商和泱泱妹妹吧？你们俩怎么穿得这般素？回头我让人啊给你们送几套漂亮的衣裳。素净些好，显得人行人温婉些。啊，是。来这种老虎窝，要什么温婉可人？来，阿紫啊，给你们装扮装扮。哎。 感觉还缺点什么，看看啊！啊，七七阿紫，这不是你要送给豫昌郡主的事？哎呀，没事，多的是。这个好。嘿，这就好多了。嘿嘿，多仔细着点。 好看。啊，二位叔母，那我带两位妹妹去。快去吧。走吧，阿紫啊，带你们见见世面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当真确定，那晚破坏我行动之人就是程家四娘子？ 是他，那晚若非他多事，郡主和凌将军早就成就都城佳话了。郡主今日只管瞧着便是，我今日请他前来，便是要给郡主出这口恶气。多好吃的。